干嘛模仿伍佰啦？你应该很会唱歌啊。就因为模仿很扣分呢，对不对？因为有吗？我刚其实还蛮真诚。不是你第一句就暂时将你没有用，因为他那个低音好好唱，你还要脆弱，脆弱。深深的锁住了我，隐藏不住的脆弱。你战略错误。来，跳错歌，跳错歌了，哎呀，一个啊，不一定哦，搞不好大家喜欢。对哦，有时候打动人心是不一样的感觉哦。我请四位评审，三二一，请给分。啊，不错啊，哇，你配个给他负十五啊，你给那么高分，我觉得很好听啊。可是哦，你可能没有听过伍佰本人唱歌吧？我也觉得，我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有伍佰的感觉。哦，因为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比较，因为你们不是在台湾出生的吗？对，然后我就以为他好有风格哦，他是在模仿那个原唱哎。你们讲的话，我是有感情啊，对。没有，他在模仿原唱。没有感情吗？他从你给的爱，好像那边特别好。你给的爱。听啊，你现在就没有模仿他，现在好像比较好听。甜美的伤，好听多了，好听多了。我就说嘛，还管我，关他什么事嘛？没有，我就还想。你为什么前面第一个音自己吓自己？蛮难抓的啦，因为他就你不能顺拍吗？因为那个卡拉 OK 他有那个跳嘛，你可以抓啊，这没有啊。啊，你就是要听到他打鼓声很小，很小声，很小声，很小声。哎，你觉得你抓得到吗？来，抓一次。你来，这第一个字怎么唱？所以暂时将你来一个，来一个，你听哦，你听。我们都不听。到底是第几拍？不知道，不知道。谁今天抓到谁就有奖金了。哦，奖金挑战赛，奖金挑战赛，来。我有没有读七拍？欢迎建东老师。哇，这太难了。哎，第一句怎么唱？所以暂时，所以暂时，好，你就抓“所以”这两个字就好。说，进来了都不知道，你也抓不到。没有，太难了，太难了，你们不可以怪傻基努吧？太难了，因为老师都抓不到了。杜立颖，杜立颖。我这游戏太好玩了，我刚才在算，我进来你不能 end 不是哦，不是太突然了，哎呦啊，专注模式，不要影响他，不要影响他，专注模式。所以。我也算八拍啊，没有，那就是八拍，就是第一拍，你就是第九拍，你要开始唱。强哦，好厉害哦，果然是音乐人。哇，你不是重拍就是他那个小鼓，他有，他会有一拍是重拍的，对啊，他会。小周你可以吧？我试看看，来，不需要搞笑，不需要搞笑。手雨伞。是的，都快当所长了。好好玩哦！我们来欢迎最会唱歌的柳伯承来试试看。他在独排。所以，你看，太难了。还独立，你好厉害！太强，而且独立是过来。全全那个准哦，而且很 relax。对，而且第一次唱这，我眼睛有张开吗？没有，你看，我还想说你会很遮，没有，你很放松。准，厉害，很准。老师你怎么搞的？你是什么老？你是什么老师啊？没有，看说笑话了吧？富士山老师。好，那接下来要先杜立还是先小钟啊 ？Up to you， 随便你。剪刀石头，好，你先。好，我先了，我先了，你压轴了，因为我觉得你唱歌很棒。我觉得应该像让杜立先唱。真的吗？嗯。You first。好，没问题，没问题。No problem。欢迎杜立。There
goes my heart beating, 'cause you are the reason I'm losing my sleep. Please come back now. And there goes my mind racing, and you are the reason that I'm still breathing. I'm hopeless now. I climb every mountain and swim every ocean just to be with you and fix what I've broken. Oh, 'cause I need you to see that you are the reason. You are the reason. Whoa, 'cause you climb every mountain and swim every ocean just to be with you and fix what I've broken. Oh, 'cause I need you to see that you are the reason.中间还有破音啊，有，我听出来了，但是我以为你是感情进去所以才破，我也以为是故意的。目前为止只有你一个人，摄影师有绕圈圈，是，真的啊？为什么只给他绕圈圈呢？谢谢谢谢。啊？为什么？导播为什么只有他可以绕圈圈？为什么？导播回什么？导播回什么？你零分呢？不一定啊，不一定，评审说不定他们会不喜欢啊。好，那我们就有请四位评审，现在写下你们给杜立刚演出的分数。三二一，请翻。哇哇，零一百太过分了吧？100最高分就零分了。100加二，哎，不是讲好只能给零分吗？你们还最高零分？给100就是对啊。不行啦，最高只能零分啦。零分。对啊。哇，恭喜杜立零分。哇，所以小钟最后一个唱是不是压力很大？我觉得反而没压力，真的吗？才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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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角度太帅了。城市一片漆黑，谁都不能看见谁，除非仅仅以为我让自己喝醉。谁傻到没有你我就不能入睡，整夜又整夜的徘徊。我说过我绝对不会后悔，寂寞是被原谅的罪。爱情怎么让每个人都心碎，怎么去安慰？爱情怎么让每个人都流泪？你的泪烫伤我的脸，
从此就再也说不出我爱谁。爱情的力量，爱情的力量。哇塞，有摇臂还有捏尾腕呢。哇，有摇臂还有捏尾腕。好像不是配对成功了，没有。总哥的腋下很热。哇，你到底第几次被钟哥这样拉起来了？好像已经不止一次了。上次是舞蹈，然后真啵儿。对，然后你都还是没有动心吗？有，喜欢他的程度1到5分，大概几分？我都已经帮他做板板了，哎，爽吧？哎呦喂哇！而且你刚才看他唱歌的时候，你眼睛冒好多爱心哦，我觉得很帅。哦，因为刚刚其他人唱的时候，你都只有负责摇头，可是我刚刚特别跟姐说，你看，眼睛的发爱笑的发亮呢，哇！来这种，杜丽，我们结婚你就来帮我们当婚哥。哎，小钟，你是真心的还在喜欢他吗？我觉得他真的很棒啊，讲真的啦，一直很真心啊。所以你没有像马国贤那样骗人、骗通告。我真的有女朋友，我就不会去上什么联谊啊什么样的单元。我看那一集，你说他是不是很骗子、骗通告？多少通告？他骗我好几集耶，骗了1年多哎。对，你说气不气人？我会气，我觉得一定要气。对，我有气到。对，就以后不要再发他啦。这好像也太过分了。所以你确定你现在是单身哈？我确定啊，我100%确定我是单身。然后你现在心里只有一个人，就是菲比。That's right。他上一次还选陈怡耶，我还看了前几天 YouTube， 然后那个下标题说他拒绝菲比，然后另选 CP， 然后选了我们另外一个班底。我对他一点印象都没有。可是标题是那集你也在吗？我不在啊，我是看到你不在啊。我前几天看到 YT 的时候，我心都碎了。Baby， 我也要赚钱啊。我总要做效果吧。你在的话，他你一定选他啊。你在我就选你啊，但我在你还不一定会选我。对啊，有，我有选。对啊。OK， 好，哎，打分数了吗？还没。所以我们现在要请4位评审，给我们最后一位参赛选手小钟哥留下一个分数。不能打爱心啊。3、2、1，请亮分。你看。哇，什么意思？零分啊？没有，我在写零分的时候手抖了一下。放屁！节目上放闪！哎呦，再跟你牵手一次。亲一下脸啦！你都已经画爱心了。没有啦，没有啦，没有啦。这样可以，这样满足了。所以今天最会唱歌的，你不算谐星啊，最会唱歌的男人，恭喜杜丽。不过小庄算是第二高分的，而且你又换来了一个爱心，真的值得了吧？对，我觉得值得。真的很希望你们最后在一起。哎，搞不好真的。不要讲假话，你不要学马国贤。我不会学马国贤啊，对啊。所以你是真的会追他是不是？我一直有，我们都有在聊天啊。不是做效果哦。你看我们这样，你像觉得像假的吗？你真的很乖。好了，希望你们最后真的可以发展出什么恋情之类的。然后恭喜杜丽，然后谢谢大家用生命来唱歌，好敬业。谢谢。快来订阅小姐不息地，记得开启小铃铛哦。